下面的四句偈：觉海虚空起，娑婆夜浪流。若人登彼岸，极乐有归舟。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，以后的现象。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啊，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信，觉海虚空起啊。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，觉海就是性海啊，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啊，心性呢就是觉海啊，所以这一点各位也一定要明了，自信本觉啊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，本觉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本觉。他本来就觉。从来也不迷过。